我说主要是你的挖机等烧水就贵，因为你的挖机用烧锅的制作成本就高嘛。做那个时候个嘞，我的公司的鸭子卖举报地忙了，卖我的光对点个碟子嘞，是卖我的了吧？嗯，好。好行，好，好，一斧子的是牺牲。好行吧。好行吧。你个啰嗦，你晓得几个？走来走，你是小秘密。我操！好，特写地震。